我们这去文化郑州的这个话题是常家拳，今天这个有幸请到了这个练常家拳的几个师傅，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吧。这个张长栓是吧？张长栓是吧？您叫刘春德，二十兄吧？二十兄啊？张长栓。张长栓，三十兄。您是？我这个小学生，体检的。体检型。 刚刚开始练，也练十年了，十年多了。那我们能不现在请这个张师兄给我们讲讲这个常家拳的发源地？那行啊，这个常家拳呢，从男孩发源了这个泾阳四省，啊，昌南州传吧。这咋啥词儿了呢？我从搬到新州来，前到。 搬到搬到石头了。后您是哪一年开始练常家拳？今年五十八。应该二十八。年幼还不二十岁呢。不到二十。十九岁入学。啊，那都是快四十年了。那差不多，周将军。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了。那刘春德、刘琼是？ 我们这以前以后，这个他这咋是一块儿吧？就咱一块儿吧。一块儿。啊，我这大师兄我就是下功夫下的大，不管是这几十年就是，除了下雪下雨，他就没有间断过。这是大师兄，他是一般没间断过。也功夫强了，也不能功夫也不算老大了，反正就是没学，反正是。 脸少，是不太。最主要是哪一年接触常家拳？我是开馆几年？什么小？我也十八岁了，十八岁那年吧。也都是。啊，十八岁。也是三十年了。啊，也差不多了，接触这个东西，也比较早一点，就是，我就下了。两万代步啊，几十年了。那常家拳据说是我们这个河南这个武。 武术拳种的三大名片之一，然后。这神经可是非物化遗产，这是实验的神经，几年没有。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常家拳练了之后对人有什么样一个好处？咦，这好处多了，这强身健体一方面，第二练的内丹，疏通气血，疏通气血，这练功这练的好处太多了，好。那我们每个人说说对常家拳的一个感悟吧。 那这样就好了。嗯。啊，怎么说？常家拳呢，这练呢，一练感觉身上浑身轻松了，很很轻松。当然，你要是说到其他玩意儿以后吧，那一天感觉都心情比较好。啊，这是。反正对这方面呢，反正就是说现在这事儿太多。不过这个问一下，一接触这个东西啊，你就你玩，就是说了，心情，心情高啊，然后不一样。那陈德兴练的是什么体会？这个拳能练的，好处好了到哪一步啊？嗯。你就睡觉不敢想，只要一想这个拳，那浑身一日出汗，叫出汗，他浑身汗皮出来。第二个汗毛啪一抖。 这不能看马路了，炸起来，就跟那个一样的棍一样的一样，猛一惊，就这个精神。那觉得这个气血，那说不到，这是什么科目才了？太只能朝哪一步练到哪一步，最高境界到哪一步，现在是没有人达到，只能走着摸着。那时候那时候，那就是我那功夫好到能输骨了，练到你一定程度，像桌子，什么伤都不了。 没身体，没身体，对，适合像你们练的都四十年了，像打不到这个境界，也打不到那个境界。打不到境界，这咱这个拳呢是少林、太极、长拳，这三种拳呢是平衡，名扬天下。现在你为什么咱们太极给少林的都那么现在很出名了？就是这种拳就太保守了，不外传，就家里都没有姑娘不外传。 嗯，原来啥都不往外传，不穿他不穿衣服，啊，他不往外传，所以说流失了很多年。那他现在在郑州这个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八年前练的劝人还是不太多，什么太极多？这个劝子太少了，练的东边太少。现在你想把发扬光大，确实是，也是。反正有难有难。有难，确实是。你要讲个太极大师，你说你问那个常来头，无人不知道，叫太极大师。你要现在新的需要几年十年八年，他们就跟那个懂了。那他咱那个拳呢，为啥呢？不像那个大脚拳、少林拳呐，特别啊，也可有些外脚拳。咱这个拳的练呢，它比较柔软，就不让是硬劲儿，要是就不让硬劲儿。你不是说的，好像是可大力量吧？你真是用个反正软绵绵的。就不能硬功不是在。不叫你就是两回事，你已经那个气都不懂了，不扎气了，软劲儿。你看现在的话比啥地方，小学生都会大一岁，人都会大一岁，你这一个月这么大的看着身手软的大口干都了。那在这里面坚持时间最长的是不是就是张对他不行了。原来你这是说，我这就是坚持时间长，啥道理还是？那为什么坚持那么长时间？个就有好处啊。他那，你咱这个拳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叫稳练。啥叫稳练呢？这稳练是稳内，就是阴。无练这微观不一样。咱这个他大阴大阳，就咱这种一个人。他都有大阴大阳，内他是五连之策为内丹，五连之策为外丹，连内丹木有不得外丹而成者呀，非得接入外丹之后才会成。据说听志刚说，您是每天都在东方奇兵上练。啊，对。那真是他这上我真瞎，就是我这个思维能力太差，没文化，他这个你那个徒弟，他练好教了好多徒弟，就是你看。因为现在好像还带徒弟，是不是？他这个太假了。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跟这个常常练练这个？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吧。他修学会了。他在有时候也可能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嘛，家有负担，是生活闲暇之余，为了锻炼身体，跟着张老师学。后来看了一本那个叫《太极书》，正是《太极书》的上面有一个序言说的是最好的，说太极分五家，这五家太拳的精华呢，全都是采用这常耐州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刚柔相济柔》，就是不柔不成刚，刚从柔中生，这个对人的身体的器械，甚至我感觉是比太极都锻炼。你这还锻炼？反正练完之后跟不练有什么？我的体会是，每天早上我练时间也不长，半个小时吧。玩了以后，感觉身上你走路，感觉脚尖上感觉该带了那种弹簧的那种，轻松自然，一很舒服了，咱一天都有精神。好说的。你早上起来，你身体各个部位嘛，今年我都48了。你现在玩的，我好像都该回到了30岁左右呀、啊。确实好。实际这就是一个养生啥的，要真是养生之道。五十多了，已经五他五十八了，五十八，五十七，我五十四五了。那你真没跟你说觉得有什么了？哎，就是干活这种。不是，练那个拳打人怎么样？就遇到坏人干什么？我们那没有防身的这种感觉。那就是。不能要趁热给他练完了，就是说这个量比较不是说一招是开始准备打了，就是谁手都上，谁手都打，还能防身，能防身，绝对能防身的。玩的时候都是轻松自然，用的时候不论刺刀，不论招式，不论招也是练大的，不论招。那现在呢，能不能回忆一下你教你们这个拳的师傅，能不能一人这个？那叫那老师说啊。说江南的江南老师大家的你的师傅把你带你的师傅我师傅家那刚去学的时候他说那千万不要扔劲儿，就是软有软
怂又怂，早死病人李尚忠，提了就提了一声天雷中，万马军中响阵冲，他就是咋怂咋玩。那个你连拳都叫勇劲儿的，你都不叫勇劲儿的，他那现在我们才领了一个，不让勇劲儿，不让不让勇劲儿的好处，这疏通经络呀，气血呀，你浑身贯通，你这节节都贯通了，这气血你就它属于气周转于什么？他说有几句师傅这边说的有几句话吗？这连性与合完，连性合不完的，连气就是顺那个周转，连气贯通那个，就是现在慢的事不能快，你一变都成铁了，一变成铁，连性与合完，连气贯内，金变成铁，成为金刚不坏之体，功啊，理念啊，就是连着你看到。很慢，但是慢中有快，柔中有刚，这就区别可大着了。但是你要初学了，人家他学着学着都没劲儿了，哎呀，可能练了三拳，但是不是不好看，这是这叫一种功夫啊，这可不是三拳。太是功夫。春德能不能讲讲师傅？反正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六百川是吗？六，哎，前后也是。啊，我文刀流，文刀流，啊，然后百是，百是一百来了没有？川还是大川的，大川的，大川的川。能不能讲讲师傅的这个印象？咦，他那正月团长那三年三也进步啊，讲的当时可厉害了。印象最深。你要真的这个功夫，这能没法形容，能法形容的，那就没这么大了个境界。老先生现在还在吗？去世了。八十多了，穿着棉裤，冬天还去河里边去找鱼了。逮鱼。人家冬大冬天穿着棉裤穿脚鞋了去逮鱼。八十多了，身体相当好呢。从他家到我们家走路，每天没就来了就走路，一般的年轻就让他走路，八十多都是怎么着？他都是不带有生意的，八十多了他做了几，现在完全都跟不上了。那你见过刘师傅？我当然讲过，都讲过。那他的功夫，那后来很，那功夫呢？就是不是说嘛，吃饭端着饭碗，过去那老房子有那一两二两嘛，嗯，就是端着饭碗一种事都上去了，坐上吃了下来都不带有声音的。对，那都是这六十多那时候都有的。他都拿到一定的功夫，那功夫好了很。说了，你要形容也没法形容。他学长讲的，他这个走路啊，你看走路，平常人走路是，我现在走了脚后跟，先着地。嗯。他呢，他脚尖结实。他走路的脚，你看插个沟那个啥，脚尖先着地。脚尖先着地。那脚尖着地好像芭蕾舞是用它这个全讲究的，可能它这个脚趾自然传的，它的太极的脚脚法看讲法不一样。对，印象最深的还有没有？印象最深的那老师那印象他那功夫那个说他说起来他的功夫都已经是，你像以前的说的那师傅嘛。师傅那家里，以前那个压厂里的师傅，碾子就是师傅嘛，就是碾的麦子，厂里边碾的麦子，有几百斤重，那搁这一个压一个，搁那厂上都去了，那厂压那厂溜一圈儿，也不带穿的，那就是他牛，那是相当的功夫，那厉害了，像那个牛，就俺那老爷，我老爷，那是我老爷，我老老才。他兄弟了，我们老爷我姥姥家在家养个牛，耕地了，这个牛马的脑，敌人，俺老爷这弟弟了，眼看老爷了，到后了这就俺老师到后了一脚着牛圈了，一脚给牛多坐那，力量多大，那不是上千斤力量的一个牛，那牛看见那都黑了，
全的老师，他那个亲自讲的说多少点，这就叫功夫，这叫功夫。他那个力啊，他一脚就打过来了，这么两个迈步程度，咱都感觉跟你们跟你们打。我的那小时候去那玩，他就是玩咱这趟拳，他一出手那种声音跟那个电影上那个配音是一模一样，咕咕叫，一伸手咕，他的身他的气已经出手了，厉害了，确实。行，那球儿呢？因为他在那离咱有三米的地方玩，你再坐这儿，感觉他身上那个气裹着的一样，身上带风，每一个动作流畅，柔软，好像那个六条摆尾一样。就是师傅的这种概念是这样。师傅这样流畅，像我们这一代练几十年的一个大哥的境界。还是没招着。第一个是他的悟性高，第二是他的功夫。确实特别入魔了，玩的时间也真是一辈子是玩的一个刘一个是几代传人，就是传下去的，有没有？算是第五代吧，应该是第五代吧。就在这一代，他是练的水平最高的。第四代，第五代。就算第四代了吧。那现在我觉得您这几位谁的功夫最高？有没有切磋过？切磋那还是大师兄功夫最高。但是你看毛驴那比钢铁还厉害，一辈子这种东西，也看不出来啥。看不出来，我的手是指，你看你摸的手在接你。外表一般，这个全外表看不出来。要不就是达不到境界，看不出来。老师说了，就是说你练这个拳，结果呢，病人带着一场大病，刚出院的时候，就像那种感觉，练拳就像四肢无力，看过你这乱拳又松，啊，好多人让你放松，就是这，就刚大病痊愈的时候，四肢没力，而不是练到了中这样，他也怎么起，另外起走，他这种抱啊，你给他抱拳，他是。你一照顾剂都给他活络减活，给他扎个减活量，你们的那这个年龄都四五十岁，我们在这一代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就是把这个长家拳，希望长家拳在郑州有一个发展，还是有一个，你看看这个对未来或者现当下该怎么办？就是知道的人很少，虽然这个想学的人也很多，对，可是一练教的一招。好多人他练几天都练不会，坚持下来人太少了啊，这得坚持，没有了一个坚持，你看我那跟人小庄我就讲你一招，刚说上你的练呢，他练三天他都学不会，所以说就放弃不练了。我觉得让你坚持，首先得让大家看看这个功夫好。对，我现在我的感受，等练着拳呢，好像那个鱼在水里边游，他啥时候有劲儿来，就是你外人接触的时候，咱要有这个叫金鱼斗鲤，鱼斗鲤吃水翁，不能再讲内部精气神三气，就是三个灵感到一块儿爆发的时候，这个劲儿就出来。平常就是特别锻炼好，锻炼身体。那鱼在水里边游，你看它哪有劲儿？你不接触的那时候，它没有一点劲儿。那个鱼很小，在鱼里边你看游了很轻松。你不管接触的时候，他的鱼斗鲤，整天都是那个劲儿。金鱼斗鲤，跳龙门是吧？哎，就是那个。你看你弄个鱼，你抓它，嘣一蹦，你就拿住它，跟养鱼似的，不能蹦掉，就那一猛的抖劲儿。而且我看这个拳好像更像这个猿猴那种。对，拳打死后生。对，拳打死后生，就是说来。是后性。啊。后性。对，跟那个猴子。那个动作比较相似的，但这个拳嘛，那各个拳类、各个拳种，它都是好多都仿照从动物的那个，从动物那个一招一式，从动物的外形，那样子也有精华，过来的。那常人又希望这个，未来几年长家拳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这个大家伙，这就可以上身捡起啊。你这是个一个养生啊，这真养生这个拳，是不是以后要多带点徒弟？
哎，对，只要有人学，愿意学。咱不是，咱是说，但不是人家愿意学，咱就传授。现在就是等于说开放，你只要愿意学，我就来教你。对对对对，时间不久了，人家都学了，你交些费用钱，就是公，这钱是无偿的一种，无偿无偿的一个交通。只要有人愿意学，都可以交。是一门好东西，对人家想办广大的。他愿意身体健康啊，听说了。还得保证有用。希望有时候看到我们节目的人都可以知道，然后免费可以跟免费学传授啊，张长春对，然后或者说在座的张老师或者刘老师，然后学这个钱，然后在免费无偿的教给他们，对，知道多少传授多少，那都保留了。大家要是想学这个钱，怎么找你？那是每天到这个东西，就天天在这道上，在东风区都可以找到。就在这广场都行。东风区枣庄那附近是吧？对啊，对。走单路。早上五点钟都起来，冬天也是，夏天都是五点钟起来给他练。希望这个张叔以后这个徒弟会越来越多，然后跟着你练的人越来越多。嗯，大家希望健康，你说他都有好处，这是疏通经络气血，这个全身贯通阴阳。阴阳调和的，这个东西它就是老少皆宜。这个拳，它就是不说呢，这个是人这个人的这个性啊，养这个人的这个性，养现在就是这样，修身养性，嗯，确实。所以说，说说不容易，做说难。嗯，我练不也得坚持，练的确实有决心，有信心，有信心。啊，练三天我想学会，那是不可能。对，三个月学不会。贵在坚持，贵在坚持。你打一年，我都知道你承受这样，你往哪一步？你看不看出来，往多长时间？现在这个拳，这人都愿意学，怎样？咱这全郑州出来的人都健康，对，强身健体嘛。哎，强身健体，养生之道。以后练这个拳人多了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其他的地方的拳种交流协助。可以。那这个拳有什么地方告诉你？他们美国、香港，还有从新加坡，有外国人好多就长期练长期拳的。对。他们这么的基础信息都给在长期帮助了。在美国好多都有会馆都有。只能说他们比较少林的太极的，他们知名度还是不太高，他就传授的人太少了。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然后很短的一段时间或者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个长江强的会馆？是不是？对，那很希望会有希望。时间不会太长了。对，好，希望这个会馆早日能够建起来，然后大家这个都能来接触长江强。五湖四海皆朋友啊。